小六，他的名字叫小六。你可以摸一下小六。小六。哦。啊啊！白金之吻是会有好运的。那我们两个都会有好运。哦，是什么暗示吗？这也太好看了，主要还是人好看。对，嗯。好会夸哦，他们两个都。你是海豹公主，我是喜悦王子。啊，对啊。哦。很漂亮。哇，我已经找不出形容词了，我的天哪。哇哦。他也太开心了，他们完全不尴尬，哎，就很自然，太自然了。因为他俩的个性都是那种大方型的，对，这样会不会很快升温啊？哇，哦，现在已经快要破掉了。哇，wow, wow. 这有美人鱼啊！哇哦，天哪，哦，好漂亮啊！在这里吃吗？啊，我吃过这里，我是真的去过这里。哎，跟谁去的呀？我真的去过这，浪漫吗？那个地方坐着感受。那里面还挺凉快的。谁问你温度了？问你浪不浪漫？我们要听的你都没说呀。好漂亮啊！太浪漫了。嗯。好绝啊！他们眼睛都在放着光，看他们两个笑就想笑哈、哦。嗯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嗯，好漂亮啊！看得我都不敢呼吸了。看谁不敢呼吸？那应该是巧克力味的，好可爱啊！我就喜欢这种圆圆脑袋，圆圆可可爱爱没有脑袋的这种感觉，可可爱爱没有脑袋。感觉我的脑袋也是圆圆的，厉害厉害！从小到大就是。孙欣喜欢他还蛮明显的，我觉得。嗯。嗯，这个也是，我看平时工作都做什么呢？主要是做风险控制这一块。嗯，对，我的大学就是那种理科学校。嗯，对，里面就是你可以想象到，就是走进那个校门的那一刻，大家都是就是搞科研的那种、嗯、那种样貌。嗯，啊、嗯，然后可能头发就是。对，已经披肩了啊！